两名男朋友又见面了，这里是阿硕，欢迎来到阿伟马克托。话说萌王身边一群美女，却最对成熟女性的气场没辙，但他对于紫苑又是完全免疫，那是因为他空有一副冷美人的外表，底子里却有着和外表完全不符的特征。而紫苑按照他的个性逐步获得了十大称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一盘点紫苑十大称号的由来。其一，萌王的第一秘书。自从在萌王收服大鬼族后，紫苑就自荐成为了萌王身边的第一秘书。但萌王评价过，只要紫苑不动，只看外表的话，他还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秘书。因为紫苑实在无法胜任任何一项秘书的工作，萌王实际的秘书工作还是朱菜在完成。但紫苑还是十分希望得到萌王的认可和夸奖，而他对于萌王也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喜爱，以至于对他而言，萌王是无所不能的。有人夸奖萌王，那这个人必定是个出色之人；有人诋毁萌王，那就让此人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地狱恶鬼。其二，紫苑被称为一本奖。在史莱姆日记中，紫苑和米利姆总是水火不容，但紫苑那头紫色亮丽的长发配上黑曜石般的独角，立马就让米利姆为他取了一个一本奖的称号。其三，萌王心目中的残念美女。紫苑外表冷美人，性格却是十分火爆且没有耐心，还有一个擅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坏习惯，凡是一点小火星便能引爆他的暴脾气，就算让他对上天灾级的魔王，紫苑也是毫不收敛。但自从紫苑被入侵者杀死，经历过死而复生之后，他的心路历程就发生了变化。从前紫苑认为力量就是正义，生来就是大鬼族强者的他，哪怕是经过白老手下的锻炼稍微温顺了些，也依然无法对弱者感同身受，所以即使魔王颁布了不能小看其他种族这样的法规，他也没有将其太放在心上，毕竟弱肉强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直到紫苑面临了死亡，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比起死亡，对于自己才是弱者，才是让紫苑最不甘心的。后来萌王将他复活，让紫苑意识到被保护被在意的感觉真好。在那之后，紫苑和圣骑士团的对战让他再次蜕变，改变了想法，原来人类并不是完全令人讨厌的，他们之中也分好与坏，而人的价值不该由他人来决定，应该由自己来决定。一直纠结于强或弱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是现在没有任何用处，总有一天也会发光发热。紫苑了解到自己在迪亚部落出现后，清楚他的能力在自己之上，于是就一直恐惧他会夺取自己的位置，心爱的萌王也会抛离他。但事实并非如此，摒弃了嫉妒之心的紫苑认识到只有超越自我才是有意义的事，就这样改变了心境的紫苑开始了他的下一步成长。另外，在紫苑复活后，一同起死回生的百名成员由他率领组成紫科队，他们拥有的技能完全记忆和自动再生可以匹敌于猪头族的超速恢复能力。之后在魔王赐予紫苑十万魂进化时，他们也进化成了类似于精神生命体的存在，但不同于恶魔族的是，他们还保有肉体，没有丧失交配能力。作为一个全新的种族，在特恩佩斯特生活，其中还有人因为紫苑的鬼之因子获得了身体强化系技能神通力。除此之外，还有一支秘密部队没有登记在组织表上，他们自称只属于紫苑，后来真的演变成了紫苑的亲卫队，但事实上他们更像是一个紫苑的粉丝俱乐部，其真实人数和实力都是一个谜。据传闻，紫苑有在偷偷培养他们，并且之前在夜间典礼上大闹的巨人族魔王达格六尔的三个儿子们也被紫苑蛰伏后担任里面的队长，就连有着经验的冒险者们似乎也都跑去参加。其次，料理人。要论紫苑有什么特点令人印象深刻的，那必定是他那恐怖的黑暗料理。此前相信看过史莱姆番剧的朋友们都知道，紫苑的料理就连大地都能够直接贯穿，然而就像是因果轮回一般，他的这项随随便便做出比毒物更强力的料理才能，竟然在复活后随着萌王觉醒魔王吸收大量萌王的魔素，然后紫苑强烈许愿想要做好料理的心，成功让他获得了独有技能料理人。这项技能拥有确认结果的权威，能够对魔法事件和法则进行改写，将想要的结果覆盖在目标身上。有了这个权限，凡是紫苑希望的便可以强行将食物变成他认为好吃的味道，并且敌人的任何攻击和屏障他都可以转化结果。但是在获得技能料理人后，紫苑一直有在练习细茶，红丸也因此帮助尝了数次味道，直到他厌烦后，迪亚波罗开始协助紫苑，最终紫苑成功不依靠技能沏出了普通无害的红茶，这让魔王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过紫苑的料理已经在红丸心中留下了深刻阴影，让红丸在之后明知红茶没有问题，可也还是不敢大意喝下。其五，拷问专家。在魔王成为魔王后，他特地将拷问俘虏的审问工作交给了紫苑，因为紫苑等人的复活已经平息了魔王对于法尔姆王国的怒火，所以魔王决定将俘虏交给受害者紫苑处理，只要不是杀了对方，其他的行为魔王都能容忍。但紫苑使用独有技能料理人，让三名俘虏反复遭受要死不活的精神折磨。而后由迪亚波罗带着三名俘虏踏上法尔姆王国的征服之途，
但在迪亚波罗面前的俘虏们被活生生以肉块形式塞在箱子内，完全失去了人的模样。在这里就要提及到关于魔物灵魂上的设定了。魔物灵魂的颜色似乎和原初七色恶魔相关，然而大部分下位魔物的灵魂都没有颜色，而只有上位魔物存在区分。其中魔物灵魂紫色系都比较残忍，就像是原初之子乌尔提玛，他和他的眷族本性既残忍又嗜血，尤其是乌尔提玛，他在对待敌人时毫不留情，可以是上一秒的乖乖，也可以是下一秒的恶魔，情感起伏之大不禁让人怀疑他有双重人格。另外加维鲁也被认定为紫色系魔物，但在贝斯塔的影响下，加维鲁越来越有成为疯狂科学家的潜质，可能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也有着本性残酷的可能性。不过也许是因为紫渊体内就有恶鬼之魂，就是为了复活他而自愿被献祭的迪亚波罗的两个部下，所以才有着更为明显的残酷灵魂特征。其六，歌剧院里的音乐家，开国祭典华丽上幕。就在魔王演讲过后，众人来到歌剧院内鉴赏音乐，此时会场中央身着露肩吊带礼服的紫渊手持小提琴，散发出了平时没有的性感韵味。他拉奏的小提琴和朱菜演奏的钢琴曲相互配合，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典。尽管魔王本对此十分担心，但实际上两人的精彩表演却迎来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还让一向很少夸人的路米纳斯都对两人赞不绝口。其七，武器大师紫渊对他的大太刀刚立完有着莫名的喜爱之情，他甚至认为使用其他的刀具就是搞外遇，而黑兵卫则是个锻造武器能手，众干部们用惯了他制作的武器，甚至不愿再使用除他以外的其他人制作的武器。在紫渊陪伴萌王参加萌王盛典前，黑兵卫就为他改良了一款具有精神攻击能力的大太刀，紫渊还通俗易懂的为爱刀取名刚力丸改。此外这把大太刀还在紫渊和圣骑士对战中展现了反弹圣属性的能力，而更夸张的是他还能够吸收这股能量转化为自己的攻击手段。后来大太刀在对阵虫魔人兰斯洛的时候不幸被折成两半，但神奇的是大太刀之后又恢复了原样，他似乎和他的主人一样都有了不死鸟的属性。另外照紫渊所说要对武器灌溉充满爱情的魔力，这让大太刀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以破坏力为优先，相当于传说级别的兵器真刚力丸。至于紫渊所谓的倾注爱情到底是什么就无法探究了，毕竟他以往倾注爱情的料理让人一言难尽。再后来紫渊得以进化时，他的意志达到了究极的领域，而他的大太刀也对应的进化到了神话级武器神刚力丸。其八，斗神王。自从紫渊曾一度死而复生后，他就和魔王的技能夏尔建立了联系，因此夏尔的演算能力也对紫渊产生影响，让他也能通过零碎的情报中正确的找出真相。还有紫渊获得了独有技能料理人和完全记忆，其中完全记忆能让记忆刻在了灵魂之上，即使是丢了性命又复活也不会丢失记忆或人格。虽然听上去就像是简单的记忆再现，但只要再继续发展下去就能做到用魂和星幽体进行思考，变成从寿命中解放的精神生命体，如此一来几乎所有的物理攻击都无法对紫渊造成致命伤。而紫渊在与虫魔人兰斯洛的战斗中又将固有能力斗鬼化进化成独有技能斗神化，让他将力量体力和精神力一次性爆发式提升，但却依然能够保持理智，属于能强化身体又赋予精神生命体的技能，但毕竟身体消耗的魔素量太过庞大，所以存在着短时间内就会枯竭的缺点。最后在魔王的庆功宴上，紫渊成功入围圣魔十二守护王的行当中，他被魔王任命为斗神王，受到十万魂的授予。可奇怪的是紫渊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他的眷属部下都发生了进化，于是这件事情就被魔王搁置了，而紫渊本人也并没有在意，直到后来紫渊对战上虫魔人米娜扎，他才正式进行了进化。其实原来没有进化的紫渊是因为他没有深入思考过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那一战紫渊开始追求力量，为了回应他的期待，夏尔将紫渊进化成了上位圣魔灵斗灵鬼，肉体获得无限再生能力，只要他的魔素存在肉体就会永恒不灭。另外其肉体发出的攻击除了物理伤害外还会造成精神伤害。其九，虫魔族天敌。说来也是奇怪，凡是对手冒出是个虫魔族，紫渊都能碰上与之相战，并且还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值，让紫渊在和他们的对决中成长。首先第一战是在与神圣法王国的音乐交流活动中，魔王等人遇上了格兰贝尔，敌方阵营的十二魔将虫魔人兰斯洛对阵紫渊等人。不幸的是少见的虫形魔人正是身为恶魔族的迪亚波罗天敌，可偏偏就在这时又有人通过空间转移来到战场附近，魔王只好分出战力派遣迪亚波罗前去应付，剩下的紫渊则与蓝牙联手一起对抗兰斯洛。但兰斯洛实力实在是强劲，他身上那件看似黑色铠甲的外壳不仅能反弹蓝牙的魔法，还有类似于魔力阻碍的效果，然而兰斯洛还能进化成最终形态，
紫渊等人被他压制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完全专注于眼前的敌人，却没有注意到已经归来的亚波罗为他们布下了加持的结界。尤其是紫渊，他脸上专注的神情就像是沉醉在鲜血之中无法自拔，原本还是被压制的状态也逐渐变得势均力敌起来。更颠覆的是，紫渊还凭借着超速再生恢复了所有被兰斯洛造成的伤口，而且紫渊早已在白老的教导下成长为不单依靠蛮力取胜，懂得重视技巧的强大剑士。最终紫渊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极限下开花结果，他的技能进化成斗神化，成功对兰斯洛的外壳造成了伤口。随后紫渊又利用独有技能料理人改变事件结果，让兰斯洛的手臂直接被砍断。虽然紫渊的大太刀也因此断裂，但借由着兰斯洛被砍断的手臂，蓝牙的雷击也入侵他的身体，将他的重要器官全部燃烧殆尽。就这样紫渊战胜兰斯洛。其次，紫渊对上除魔人第二战，在与帝国决战时，紫渊对决帝国最强精英之一禁卫骑士团的排名第六的米娜扎，这家伙居然是个女除魔，而且和兰斯洛一样是除魔王手下最强的十二除魔将之一。好在紫渊有着和兰斯洛对战经验，所以即使他已经积累了些疲惫，紫渊依旧毫不慌张。但不同于兰斯洛的是，米娜扎不单是拥有超高的防御力，还有凌驾于紫渊之上的敏捷度。就在这样一进一退的攻防战中，紫渊开始思考如何寻找突破口。就在这时，夏尔老师在脑内降临，紫渊开始了庆功宴上被保留的进化，成了斗灵鬼，立刻在一瞬之间将米娜扎击成了肉碎，决出了胜负。其实唯一可能杀死魔王的女人，紫渊有可能对魔王造成伤害这件事也不是一次两次提及了。原先他在和七曜之间对决时，紫渊跳脱正常逻辑攻击，完全仰赖着蛮力劈出大太刀，又利用料理人的独特技能改写结果，让夏尔都不得不提醒魔王这个攻击有可能对他造成伤害。之后在魔王对部下逐一面谈时，只有紫渊空有独特能力，没有救济能力。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夏尔开口向魔王进行了解释。原来夏尔认为紫渊的独特技能料理人已经是强力无比的存在了，若再进行下一步的强化，紫渊将会获得足以杀掉魔王的权限，所以夏尔才封住了紫渊的进化。听到此，魔王其实也不担心紫渊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但为了避免麻烦，他还是决定听从夏尔的抉择。不过就紫渊对魔王那种如痴如醉的感情，当然不能忘了和紫渊日常扯屎的猪菜，就两人遇上魔王就擦枪走火的状态，真令人难以相信。此前两人在大鬼村的和谐，至于在威武版中两人对魔王正气之位的斗争，到底谁胜出呢？关于魔王有着十大称号的第一秘术，暂时就讲到这里。欢迎广大紫渊仆大佬们分享讨论猪菜的魅力之处，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阿硕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番茄咨询，我们下期不见不散。